对呀、啊。这还不够干呢。烧了。要不要买点豆腐的？烧了，要去买。这个豆腐的多少钱？豆腐的50块一斤，这个肉才80块一斤，你拿袋子拿一下，你要什么样的？豆腐好吃吗？妈妈豆腐的可以买一点点。这个好的。我这个是送的，那我进了不了，是送的。来点吗？要肉肠吗？一条够不够啊？两条啊，那是长的。好的，这个啊，够了吗？够了。这个133。再买两节豆腐。好的，要紧了。哎，一节够了。这么一根够了吗？够了。这个24块吗？24，够了吗？这个也是好吃。多少了？133。啊，这个24，154。啊，对。再买点那个豆腐啊什么的回去煮煮好了，对吧？你抠回来，我打算抠不回来了。38，这是多少的？这里多少钱？这个14斤，剥出来。哦，剥出来，那么来1公斤吗？甜甜啊，至少。今天我们买的这个菠萝蜜是25块钱，两斤，那在厦门买的是20块钱一斤，就只足足省了一半。这边厦门物价翻倍是吗？哦，这个产地这边。产地不是产地吧？哎，这个菠萝蜜在哪里产？啊，对嘛，很近啊，100公里啊就到了，对啊。又去菜场采购了一堆，应该可以吃两天了。不止两天的量吧。水果、腊肠，然后买了一点菜，买了点馒头。OK， 好，出发，把它放起来呀。我们刚刚买完茶叶了，就后面那一堆，杨丽照一下，看一下，地上全都是，其实也没很多了，只是它因为比较抛。出发了，我们今天去宁河，多少公里啊？42公里。对。我们现在在普洱市区啊，市区是可以来的。茶马古道这边，前方路口右转，进入永平路。5块钱，你信不信？说6块。5块。你先不相信我，我能说什么？杨丽现在已经不管钱了，是啊，毫无家庭地位可言。
一分钱的可以。以前都是每天都是他在拨款的，他现在已经辞职了。那被我辞退了是我辞职的好吗？不是被你辞退，搞清楚。我是不想管钱，太累的。怎么找啊？我是走红绿灯左转。洗个车，不是前天还没洗，今天可能洗了。现在把车洗一下，不是前两天不到人没洗吗？今天快洗一下。前方路口掉头，新路线途经G8511昆明高速。洗车多少钱？洗一下多少钱？外面里面啊？外面。外面，里面不洗。外面买25。25是吧？就冲一下打泡沫吗？哦，可以，帮我洗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趁洗车的时候研究一下路线。我们好随意啊。要不要去灵儿啊？看一下，如果顺路的就去，不顺路就不去。这是哪里啊？四川省、云南省、昆明，我们是哪里？哦，把那再往下走，灵儿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回走，往上走。出去啊？你决定去不去的？灵儿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去版纳吧。去版纳吧，哈。嗯。去版纳住营地，然后我要搞个大扫除。把车洗干净了。把车洗干净了。